没人偷二，但没关系。哦，对，二就包含在三里边，对吧？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。对，叶总，你觉得今年的缺点是什么？哎呀，这个问题，咱们直播间们，你们真的想听吗？刚刚有人在公屏上打字，他说你觉得今年的缺点是什么？我确定很多的，我家人的们。天，你们这个问题问得好呀，你直接把我都给难到了。我觉得我一般问题很少把我难到的，你们今天这个问题都把我给难到了。你们想不想听？听我内心的想法吗？今年的缺点呀，你哪儿来的缺点呀？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哎呀，吗？你好不会说呀！不是，我说真的啊。哎，在听呀，你们说不说？你们说我就说，不说我就不说。因为人家小姑娘本来就没啥缺缺点，点很多的，家人哪儿来们，的？不能打听缺点，打听缺点你们都会取关我的。对，我打听缺点，待会儿你们不喜欢吉林了怎么办？对，你们就不喜欢我了，然后就取关了，那我怎对么对对，办？我无路可走了。来，咱们直播间没点关注点关注哈！哇，现在咱们直播间马上2万个人了啊！说，真想听呀！那你们先告诉我，你们会不会取关？不会的，他们很铁的，家人们关注我的，明天他们都关注7个月了，你觉得这么轻易的就取关我了吗？哇，真的呀！明天很多阿姨都，真的呀，7个月了，还这么久了，明天我就的是天！关注我7个月了，我巴不得拥抱一下，现实中拥抱每一位阿姨们，真的。不会呀，行吧，那我算一下哈，我掐指一算，这今天这小姑娘，真的要说吗？今天，说待会儿呀，我说了你生气了，好吧？勇敢的说出我的缺点，我会去弥补自己不好的你地会方。弥补呀？那万一我待会儿我说了你不开心？不会了。因为毕竟我从来在我心中哈，其实在我心中，今年你们真要说缺点，我真说不出来。但你们真想听，我可以给你们编几个。没有，开玩笑的哈，咱们说还说真实的吧，因为我觉得吧，我说可能对今年也有一定的好处。这样吧，我说几个，我就说简单说几个。第一个，今年你知道你缺点是啥吗？你第一个缺点，你真的也得改一改。就是缺你，不是，我给你算一下，你五行缺啥？你五行缺安安，咋办？别算了，我补一怕了。下，所以说你得补一下安安，你知道总吗？是心太软。我这样说吧，姐姐，你第一个哈，我真的说实话，你第一个缺点，你太温柔了，你有点太善良了，你不行，你这个样子。你这个样子很容易在职场上吃亏，你知道不？吃什真么？的，咱们直播间们，我相信你们给他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也给他说过，懂吗？但可能今天他确实他这几十年、20多年来都是这样过来的，你们让他马上改，他可能还是得需要一个时间来调整自己的状态。职场是小社会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你就是太温柔了，这第一点，太善良了。你要留个心眼，这第一个缺点。第二个缺点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留心眼是怎么去做吗？啊？就是你留不能心够眼。对每一个人都来不来，你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就对他坦诚相待。如果你跟一个人接触，你知道他，哇，他也是个善良的人，啊，那咱们两个一起善良。但如果别人是个坏人呢？你对他的善良，就是在对自己的，啥？你知道吗？对别人的善良，就是在对自己的什么？你就是在害自己，不好，懂吗？因为别人很有可能就是变本加厉。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？咱们中间们，我们说的来这些，实话实说哈，就是说来，我们就给小姑娘直接说，可以唱歌吗？这个样子哈，咱们中间们，咱们一起点点小赞赞。来齐心协力，我们现在直播间1.9万人，我们把小赞赞点到300万，我就让小姑娘待会儿给大家唱首歌。哎，不行，我来，哎，我唱。今天你唱，今天你唱，我唱多想了。听我唱歌吗？我今天我是主动申请出战哈，我已经可能一个月没唱过歌了，你们一定是一个月没听过我唱歌了。咱们直播间们，想不你想唱听那我唱首歌歌？吗？
你总是心太软，想听直接点点小赞了，哇，双倍点赞了。来看咱们直播间家人们的零距离的时候啊，一直点屏幕，现在双倍点赞，他就会点一个相当于两个，哇，现在很赚的，点一个相当于两个点赞赞，哇，快快快，140万，150万了，哇，这么快，马上160万点赞了，我的天，姐姐这点赞点的太快了吧，谢谢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哈，马上就300万点赞了，160万了已经。170万了，我的天，这么多小赞赞，谢谢大家。对，不用给我们送礼物，因为我们开直播纯粹的给大家聊聊天，交个朋友，分享咱们的一些日常的幸福，咱们就开直播就一个目的，所以说咱们不需要礼物，大家就真的想支持咱们就点点小赞赞好吗，可以吗，咱们直播间吧，点点小赞赞就可以了，哇，好多人点赞呀，马上到300万了，行，纪念我告诉你啊，行，咱们直播间们，你们小赞赞别停哈，马上就到300万，因为点了小赞赞，咱们直播间就可以，官方就会给咱们推更多的人进来，对，点点小赞赞的话，官方就会更支持咱们啊，谢谢大家哈，因为现在这个号也是咱们的一个新号啊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对对对，这句话是特别地道的，这是从古至今的，懂吗，今天啊。对，我知道啊，姐。来这个样子啊，小姑娘，我妈300万点赞，你们真的想听我唱歌呀？那我唱歌，你们不会喷我吧？待会儿你们得喷我吧，我唱歌，我怕待会儿把你们给吓跑了。啊，姐，哎，我刚刚说就是你的缺点，我告诉你还有一个缺点，这个缺点我都觉得不能忍。怎么了？这个缺点的话，哎，我不好说，我说了，待会儿，你得生气。不会生气的，你唱你的歌吧，让他们开心就可以了。没事，我先把你缺点给说了。不说。要说。别说了。要说。你说的不是缺点，你就是反过来的想夸我。哪儿？我不会，因为你的夸赞，我就待会儿我飘了，我不会飘的，我会认清我自己，我现在还在，还是一个不完美的。我这样，今天我再说。不完美的小青年。我再说一点哈，这句话这个是一定是真实的。好的。咱们直播间们，你听我讲啊。我再说一点，你们说这个是不是小姑娘的缺点，因为我觉得存在手都点酸了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，也可以说缺点也可以说优点，今天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是初出茅庐来到城市里边，来到职场上边，因为你现在在我的公司里，懂吗，你如果真正的去接触社会的话，我觉得你有一个缺点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，比如你太美了你干嘛，你这是要干嘛，你要行凶啊，真的是为什么说这个是吉莲的缺点，咱们直播间吧，真的哈，为什么说吉莲太美了是一个缺点，为什么呢，服了你了，因为你让我，你太好看，有些时候你跟我在一块儿，我会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，你没安全感真的呀，你们想想，今天这小姑娘她走在大街上，她本来是个小姑娘，又年纪又小，她走在街上，哦，她真的会有那种人来过来给她搭讪的，很多的，我都觉得哇，我有点危机感，我说万一你多久遇到一个1.8米的大帅哥，肌肉男，长得又好看，那咋办，那你可能会不会有动摇的感觉，你真的太牛，你说会不会，我不会动摇的，不会，我不会就好，我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盯着锅里的女人。对，还有一点啊，就是啥，因为你太好看了，我告诉你今天有些时候好看真的看在什么情况下，在某种情况下它不一定是好事，我举个例子，有可能会让你增加你的危险程度，比如说晚上半夜走夜路的时候，就可能我让你怎么调整呢，这一点怎么调整，咱们直播家人们你们知道吗，就是说你要懂得隐藏自己的锋芒，收起锋芒。曾经有一个很伟大的人啊，叫做曹操。曹操有一个儿子叫曹冲。曹冲他可能，但是他几岁的时候他就没了。为啥没了呢？因为曹操有几个儿子，他们要争皇位。曹冲就是特别的聪明，这小孩子文武双全啊，特别厉害。但是最终他就很早几岁就没了。就是被兄弟给害的，为啥呢？你知道吗？今天
因为他太帅了吗？因为他太聪明了，他不懂得收起自己的锋芒，哦，容易遭到别人的嫉妒，懂了，懂我意思吧？来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可能我说的有点严重哈，但可能你们应该能够明白我说的意思哈。真的，有没有人知道历史的哈？古代时候可能有一个人叫曹操，他的孩子叫曹冲啊，这是一个典故哈。看过三国的人都知道，就是我想说这件事儿的意思呢是什么呢？哈，小姑娘，嗯，因为你现在大城市里边不一样，你们以前在你家乡在山里边到处都是农村，半夜上个人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走到哪儿去人很少，但现在不一样，城里边什么样的人都有。嗯，你太美了。就是我的话肯定我没安全感，是一个层面，是一个维度哈。但你自己，我更担心的是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受到危险，真的，对吗？咱们主播家人们，当今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比如他半夜回家走夜路，那回去那多不安全，万一走到什么小巷子，你真的，你太好看了，你长得又高1.7米，长得又好看，皮肤又白，又眼睛又大，哇，你拉倒吧，笑起来，哇，这个小嘴儿啊，你够了，啊，你够了，太甜 了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是现在是跟你太熟了，我要不认识你，我的天，我看到你的话，啊，我真的，我，你好，不是我开个玩笑，我要真不认识今天，我真的，我觉得第一眼见到他，我眼睛得发亮啊。嗯，我第一见到你，我也眼睛发亮了。真的吗？意思说我挺帅的。对，你帅的发光了。啊，因为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想，你说我想得多也好，但我也不是想得多，就可能还是得为几年去思考一些问题。他们说你是正宗的老牛，怎么回事儿？咋了？我说这一点，你们说我是老牛，正宗的，吓死我了！为啥你们说我是老牛呢？啊，咱们主播家人们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说点跟你们咱们一家人聊聊真心话，聊聊心里话，你们说我是老牛，咋回事儿？谢谢啊，家人破费了，不用送礼物啊。咋回事儿？说我是老牛，一点点的，对我们可能经历的多了嘛，就有些时候。哎呀，会想的也比较多。用我的号唱。没事儿，没关系，用你的号唱也行。嗯，也可以啊。来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这个没有关注的可以点。说到做到哈，现在已经马上400万点赞了，我的天！你们想不想听我唱歌？我就问这一个问题，你们如果不想，我就躲过了。想听我的话，你们就打个响，因为我可能。不会24个小时都在金林的身边，但是这是我的梦想，就是能够有一天能够24个小时都在金林身边，对吧？我在他身边，我告诉你，金林就包括这个曹冲的这个典故哈，曹操的儿子哈，他太聪明了以至于被人害，但是说实话，真正的聪明的人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吗？不知道。真正聪明的人他不会让别人知道他聪明，真正聪明的人都是大智若愚的，就比如说像你这样吗？不，我还不够聪明，我还很笨，对吧？咱们直播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咱们直播间这些叔叔阿姨们，他们很多人都是经历过来的，可能我说这些他们能够明白，可能你有可能听不懂哈，小姐姐，但也没关系啊，也没关系啊，真正聪明的人都一定得大智若愚，我不够聪明，我要聪明的话，我还差了一点哈。好看能躲吗？能呀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就觉得我特别帅，但是我每天我很低调的，我也，你们看我这个发型，我也没有把自己打扮一下，我觉得我还是挺好看的，但我要低调，我专门挑一点丑一点的衣服穿。出去就是为了低调一点。这样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手机没电了。对，我换一个我的，用我的。行吧，你们说让我用这个，用你这个号来，用我登我的号吧，家人们。然后给你们让他唱歌，因为这个手机没电了，已经播了1个多小时。哇，马上没电了，马上换一下。这个样子，你们没点关注，点关注好吗？这个地方。我马上换个手机，换到吉林的账号哈，我们换到吉林的账号，然后给大家唱歌哈。
家人们啊，这儿没有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哟。